给你，阿姐。各位乡亲，大家午安。足难得，啊，足欢喜！咱三十九期，我有遐济人来参加，啊，我要甲大家，因为这个时间啊，是因听课已经听甲足济啊，大家精神啊，较袂集中，所以我要来讲课啊，要来讲一寡，予大家，予这个兴趣啊提出来。所以我要为这个第十开始讲起。吼，咱是安怎要学这个？咱所讲的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咱是安怎要来学这项物件，要来了解这项物件，都、就是因为有足济的案件内底无遵守到会计制度的案例啦，啊，无遵守会。计制度的案例啦，这我对影响足大，所以咱要为这开始讲起，吼、哦、啊！我甲做刷较紧的吼、哦、啊，为这个所在来讲起，啊，予大家知影，啊，我予大家靠这个精神啊。来研究讲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问题。第一个案例，我看大家唔猜，应该拢会知影吃到633的案件。大家有清楚无？633啦，啊拄啊，我遐拄好，吼。这是啥？台北啊，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叫做刘珊珊啦，叫做刘珊珊啦。伊违反的啊，无遵守到会计的制度啦，才来惹出这大的风波啦。这处长是偌大，大家唔知会清楚未？啊，有住伫外国嘅，有去甲总领事馆去过，请举手一下，好无？好，啊，你敢讲看卖？总领事馆有大无大？足大嘅吼！我要证明讲，确实足大嘅，安怎？伊要派出去做总领事的时啊，一定甲总统翕相才出去。伊的办公厅，还是伊的桌顶，有当时啊，伊会甲总统翕的相起做伙。安尼有大无？总统任官呢？唔是外交部长讲话，我派你出去，你就出去安尼。啊，遐大个官，无为啊来伊这个无遵守到会计制度，遐大个官发薪水到伊爱来发吧？是毋是伊爱发薪水？无可能个代志。伊甲人签约，签签的一定搞个有会计制度，伫个
有咧做出力的，有咧做绩效的，因去处理就好啊。那会爱讲总领事啊，这就是讲一个处长啊，来发这个薪水。最近大家想看卖咧，马英九讲要派什么人去驻美代表啊？大家了解伊的薪水无？所以，伊所用的人，伊的啊，厨师，那是国家来付钱的呢。什么时阵要请美国的政府的要员，拢会来伊的办公厅？啊，伊个大个所在叫做官府啊，大使馆的啊，伊个所大个所在来请人去。啊，这开拢是啥？开咱人民的血款啊，迄款钱呢？咱去纳税啊。所以足大的官员啊，要甲你乌白开啊，有影实在一般的咱讲啊，咱小老啊老百姓啊，是真无办法。你去甲检举啦，像这个伫外国违法，等下甲台湾有代志无？无代志啦，啊，要安怎？那照美国的法律，咱搁较看落来，咱搁较看较真嘞。这是啥？这是伊头拄啊，咱讲去了美国调查局都甲扣起安尼，上锁扣呢。现在出来时我靠脚镣呢，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我们这边外交部说什么？外交豁免权啊，有啊无？大家有看到这个报纸无？嘿，2000啊，那个咱啊2000啊2004年啊，到10月25，鲍威尔，美国啊，咱国务卿鲍威尔，伊就讲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甲你讲甲足清楚嘞。咱只个现在甲即卖官员讲，我们要用外交豁免权。我们是独立的国家，所以大家啊，这是啥？这就是讲啊，伊这就是啥？没有遵守会计啊，迄、那个制度跟内部控制了，这拢无了。哦，外交部对外管的啊内部稽核制度是零呐、啊。我所在外管啊，真济代志啊发生，拢官官相护，全甲收掉去。真济有诶派出外国咧做领事啊，我所知啊讲，人来办代志，伊甲收过费，收收咧开收据互伊。啊，讲无立效啦，到尾迄收据怎？迄个怎收据的迄个号码啊，怎无报出来，无报回去啦？我所知吼，啊，有发生这个这款的代志，这都是啥？啊，这都即句啊，
吼、哦，外交部对外管的内部集合，就是内部控制啦，等于零啦，啊，这就是很明显嘛，很明显吼、哦，安尼。回归制度有重要无？大家去思考。所以，咱以后民政府的官员啊，一定要遵守的回归制度啊，要按照所有的规定来做，未成功啊！咱现在真正是啊，使人大家足悲哀。咱搁甲看落来，吼、哦，有足济例要搁甲大家讲，这是外管的代志。后来，这是我真出名私人的公司，哦，林百里，哦，秘书啦，诈领多少？啊，有的那一个月大学毕业，领两万二的22K。爱做多久啊？大家算看卖，吼、哦、啊，一年哦，你只乎你22K啦，乎你30万啦，吼、哦，乎你讲一年乎你领30万，啊你爱做几年啊？所以。咱爱甲大家讲，这拢是安怎？因为呀、啊，伊这啦、啊，这叫做啥？深受林董事长的信任呐、啊，把交际费甲公关费用交予伊去处理，这都违背了制度。这个会计啊，制度设立了后啊，我们迄、那个啊会计啊，迄、那个制度啊，没有因人而异啦，无因为什么人什么人改变，安尼就唔是制度啦。安尼大家清楚无？管钱人都爱管钱，出纳的管钱的都管钱。这拢清清楚楚，袂使讲啊，伊是虾米人的关系，啊，都会使哩。头拄啊，讲有关系，那无关系，无关系，那有关系。所以，咱爱去了解这个会计制度啊，啊，是真。这个诶，一个啊法规的规定，拢按照这个法规来处理，袂使讲啊，因为这两个叫做啥？讲叫做深受信任啦。啊，那安尼就包死个啊！足济。足济私人公司有诶少，干那信任一个会计主任，到尾啊，拢去互盗领几啊千万、几啊亿，拢有这个案例啦。咱是提出最近诶案例，互大家看。好、哦，啊，这也说明吼、哦，
因为查这个案件时啦，吼、哦，是安怎？伊这个公关的支出啦，啊，过来啊，公司因为有这个疑点吼、哦，啊，再来疑点，啊，再来查，啊，查的时啊，发现到有这个代志啦，假签名，啊，再来发生吼、哦，啊，当然这款呢。但那民政府在执政的时候，这算是不是贪污？贪污一点啦，施行嘛，清算嘛，大家爱有觉悟哈。后来，咱阁讲一个实例，予大家知影。这个实例哈。我来提这个实例给大家。应该来讲，台塑是一个管理啦，真周到，啊有上规道的一间大的公司。我哪会要安尼讲？我迄阵啊做下厨的咩事啊？我邀请台塑啊管理处的啊主任啊来跟咱演讲啊，伊来带四个来啦，佮挂一卡卡板讲，阮即卡啦要送予我啦，我才感觉讲。哇！我请伊来演讲，带四个，佮掼一脚讲，阮董事长咧送外宾的啦。伊甲安怎讲？讲足感谢啦。阮的学生讲，就是咧代替伊咧培养伊的基本的干部啦。我才知讲，哦。大说拢是咧用阮的学生啦，因为阮迄阵啊是国立的学校啦，请来叫演讲，叫四个，这个是咧讲啊生产的，啊叫生产的来讲，啊讲差不多25分，国换一个讲，伊咧讲财务的，国叫一个财务的来讲，哎、欸。啊，佫到尾来，佫叫一个啊，伊就是管理啦，有啊，就是行销，吼、哦，做生意的行销，吼、哦，行销。啊，佫来讲财务，哦，啊，佫来讲生产，哦，啊，佫来讲人事。啊，伊只到尾来佮综合，我。足甘心啊！我第一回请台塑遐大个公司啊来跟演讲，啊，伊阁摆出这个要做动作出来，我永久我足感谢。迄阵啊，可能即卖应该是退休啊，杨兆麟啊，朱林，迄阵啊是总管理、总经理室的朱林。咱会了解，伊应该管理应该做了足好哩。但是呐，发生这是啥物原因？大家思考下，用这个时阵，大家动脑筋来看，这个案例，啥物人要表示意见无？你来看，大家甲看一遍，问题是出伫啥物所在？问题出在什么所在？啊？伊就是讲，伊有代理，伊迄阵啊，伊要做啥？代理组长的事啊，伊有这个权利啦，来
决定这个介绍啊，这个介绍啦，啊，迄、那个总经理啊，甲董事长啊，那批一个啊，就无代志。伊用这个方式，佮利用因啥？因某，因为因某啊，伫啥？啊，我伫台塑啊，台塑。真侪机关这个规定，翁仔某一定袂使伫啥物？共公司对无？啊，这就是我违反啊，内部控制问题嘛。吼、哦，啊，这是啥物？伊个照讲啊，伊若卖啊，这个资金啊，啊。迄、那个无正常，啊，阁足大笔的咧移转啊，抓袂到呢。所以最近大家唔知道去银行汇钱过无？超过几万块？啊？三万块啦！迄较早五十万，即马讲超过三万块，我要去汇钱要汇哦。咱。咱要出国去啊，啊要去花啊！伊讲啊，你超过三万块，你爱摕证件出来。好，你爱我的证件，有啦，我骗骗的。我摕倒一张给伊，你知影无？我去大安银行去花啦，摕这张给伊啦。爱看看伊讲。嗯，啊，你敢唔其他的证件？无啊，我干这张尔。伊讲好啦，摕这张去台湾银行汇钱，伊也准啊。唔是一间尔呢，我去甲试，伫台北市南昌街的台湾银行，伫台南。永康的台湾银行拢会通啦，所以拜托大家去鼓吹啊，大家朋友来签一张，一定以后足好用的啦。啊，我这才是咱的身份啦。咱摕这张才是正港的啦，就是正港的啊。因为安怎，甲秘书长也讲过，讲有一台挂 USMG 的车牌，去予交通的一类，啊，讲要甲讨证件，伊讲啊，杀这张出去啦，看看讲啊，这无感觉的啊，你紧走啦，免啰嗦啦，所以。大家爱有信心，大家有信心哦！感谢大家。安尼，这个清楚啊，吼，过来。这教育部的啦。这个案例哦，唔是我。迄、那个乌白讲的呢，这拢有根据呢。吼、哦，这是啥？啊，咱新闻报道可能自由时报吼，会报道啦，讲这个教育部啦，的顾问啦，什么叫做顾问？大家知影无？你若是高等考试，也是普通考试，啊，迄、那个普考考入袂去，派出来拢是啥？公务人员嘛吼，啊，这拢是有关系人，顾问啦，啊，顾问就知影这拢关系啦，啊，有关系人，啊，可以去管钱啊，啊，可以去
去。你看，这个偌济钱呀？来看卖，看偌济钱呀？2600万啦！2600万是在。这个诶，追回偌济啊？甲追倒转来偌济啊？实在吼，冤枉足冤枉的，自这的钱哦，实在看到是啊，这个政府吼，无紧早早甲嘿赶赶账吼，实在，因为安内现在大家。恁大家林义士因即马在贪污，拢在用啥美金呢？啊，过迄个做消防署的署长贪污在用啥金条呢？黄金呢？啊，这拢准备啥？啊，准备要走路较方便啦。所以咱大家有觉悟，一定要甲咱的乡亲讲，赶紧来受训，赶紧来办身份证。咱若甲4000名，要甲美军讲，我们准备好了，咱准备好啊。美国听甲咱讲，恁准备好未？啊，歹势，阮遮。2000几个尔啦，伊有甲咱讲4000名，拜托大家赶紧甲咱亲戚朋友遐较少年呢，拢爱甲鼓励来，吼、哦、啊来参加咱的黑熊自卫队。有看过咱黑熊自卫队的影片，请举手一下，好不好？谢谢，哦，安尼还不错哈、哦，差不多1/3啦。哦，爱大家宣传啦，咱黑熊自卫队第二梯次第二批咧开始要阁招生，希望大家鼓励。以后要为台湾打拼的少年人，拢来参加黑熊啊，迄、那个自卫队。好，咱过来看，这就是啥？那是无遵守啊会计制度啊内部控制啦。伊这样啦，伊这讲啊，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的红十字会啊，暗降43亿的善款啦，吼、哦，善款啦，吼、哦。大家要爱心，提钱去给红十字会。我迄阵啊，做国民校时，红十字会咧卖啥？讲一个圆圆啦，啊白白啊，写一个红的十字啦，啊讲咱做学生都爱去买这个啊，挂伫遮讲我爱国，我爱国，啊挂咧挂伫遮讲我爱国，啊去立红十字会啦。大家有买过无？所以足冤枉。真正，这是啥？加变的总会啊，怒告分会的会长啊，讲诽谤呢，诽谤呢。你看，啊，这敢有人来处理？所以，安尼，这个政府吼。让我们很痛心了，
咱拄啊前几工日本的友人艾滋啊，伊来访问人，伊也足感谢咱，讲咱因遐发生啊tsunami的时阵啊，咱甲全世界上济，我遮咧想讲吼，即张要互看，但是安怎呢？时间，因为明仔载阁要去印度啦，啊，所以吼、哦、时间未拄好吼、哦，长吼、哦，时间超了无拄好吼、哦，无我即张我要印互看，伊我计讲。红十二岁啊，因为我足甘心，实在啊。迄、那个，伊这吼无执行的，偌济啊？65.7%呢？啊，这毋是我讲的呢？这什么？这我人统计呢？报社统计呢？啊、我才要讲，会有机会，可能咱12月去日本的时，我即张啊，要甲翻翻倒一句啊，互伊了解讲，迄老啊老流亡政府啊，流亡政府啊，是对日本是足歹的呢。伊讲伊个流亡政府对因。足三工嘞，啊实在无也无一只，这要给因看者，啊这唔是我的意见。小停一下吼，大家看了安怎？所以实在。好好好好，安大家好。好、哦，这那是哪看吼、哦？哪看吼、哦？吼、哦，这里讲灾情吼、哦、继续恶化，新加坡未来5年啦，这个长债啊高峰啦。啊，这那不是我咧讲的啊！啊，这拢写咧吼，嘿，像上重要啊，就是讲吼、哦，新加坡啦来批评啊，这个退伍会吼、哦、来查处啦，不支持啦，伊这是啥？咱来看这撮。啊！大家纳税，有诶讲纳税咧纳费大诶。啊，这拢毋是我讲诶咧。哦，这拢是啥？是报社报出来呢。啊，我是较闲啊，甲吹出来，吼、哦。啊，过来，咱过来看。咱这是啊，把遐个文章吼、哦，搁甲印较大字出来吼、哦，无遵守会计制度的内部控制啦，就是安怎，咱啊，讲啊，潜藏性的负债吼、哦，有15亿啦，啊，未来5年啊，啊，就是咱要啊，承载高峰啦，来，搁看这个。这是讲2011年呢，一年就增加啥两条啦。咱去思考这个问题。阿边啊，政府，甲咱现在啊，马英九的政府，阿边啊，要咧做建设呢。啊，马英九政府开的钱比阿边啊较侪啦。
所以看有冤枉无？啊，有啥物办法？啊，民进党的、台联党的、新党的，拢跪咧啊，怎？迄、那个狗咧吠火车啦！咱来看，这啊，迄个中央啊不讲啦，啊找地方开刀啦，无钱讲啊地方恁遐钱袂使，吼、哦、啊，搁这个啦，这啥？哎、欸，主办会计人呢？哎、欸，主办会计人呢？这是立法院的，这我足大呢，主计长呢？啊，安怎？伊讲吼，注入啊新的行销啦，吼、哦、啊开后门啦。咱这里来个看个详细，这个咱有个写出来，这都是假的啦。实在。安尼，咱大家看看，会计制度有重要无？开遐济啊，啊，佫无代志。伊讲，主计处的啊，无把关啦，啊，佫定一个讲啊，这个啊来。欸、后面条约啦、条款啦，啊，讲这个无代志啦，啊，这讲叫做开后门啦，啊，你看亲民党啊，那讲啊，无法相信主计处长啊，啊，做出这款荒谬的代志啦，欸，啊，有处罚无？无啦，啊。甘蔡年是咧创啥物啊？所以实在足冤枉。哦，这看到这哦。这吼、哦，这新加坡讲的哦，不是我讲的哦。讲百年的国庆的经费啦，是一笔糊涂账啦。啊，这个啥呢？糊涂账哦，经济部啦，中央甲地方啦，哦，啊甲拢总啊，咱这有这先讲啦，这。这诶，做啥？梦想家两枚都开偌济？两亿三千万啦！啊，这中央甲地方当中啊开偌济？47亿啦！系啦，半年够啊，可以结束个。啊，这吼，这头啊，经济部啊，伊在开销啦，拢支出啦，拢用啊，这个吼、哦、无经过。啊，新计的制度来做支出啦。大家重点伫遮啦，甲整理开始，重点伫遮。两岸的岸会啊，2亿3千万。啊，新加坡啊，讲啊，讲中央甲地方啊，拢总开47亿。经济部啊，佫甲支出啦，啊来规避吼、哦，来违背吼、哦，这个啊、哦、蔡港的法。因这设计啥，你知啊？设计一个基金会啦，啊，这叫
迄、那个国营国营的机关啊，哎、欸，来捐钱啦，捐钱捐的啦，啊，起码才咧甲人民咧涨价啦，起价啦，电价讲一定要涨啦，嗯，到尾啊。含因了做啥？国民党诶，都起屁面安尼，所以咱会足清楚、足了解。我足讲起来讲，伤过聪明去啦，创一个基金会，啊，无爱互遮个做立法院诶来做监督。安尼来规避，来大家乌遮个钱啊，啊，且看伊安怎去安排啦。好，啊，这就是咱哦倒头讲啦。哦，我提遮个例，安尼大家可能较清楚，咱要安怎来。爱读这项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这就是讲，还家还小啊，是足重要哟。一个家庭，那一个主妇，拥有这个观念，我吼，上我即摆讲我。足少年的时啊，写一篇文章啊，我感觉到即马吼，可能我拢会用哩。我迄阵啊写啥呢？迄个叫做价值分析与异地成本，价值吼，价值分析，甲这个叫做。压低成本啦，诶，研究，我想讲，到即马应该这个题目我看嘛也是足新的，我拢用得到。这我来去讲个，这有咧话计人吼，足重要的就是讲，咱今个要去买菜，我收入。加22K， 啊，当然我袂使食什么。那是迄个叫做春天，咱就食买春天出的菜。你袂使春天的菜要来买冬天的物件来食，安尼就安怎？计少足悬的啊！你春天要吃冬天的东西，当然计较很高的啊，营养的价值敢有那么高？没嘛，我的举例啦，让这个最简单的举例，让大家有这个观念，说咱要用钱的时候，要来这个分析，价值的分析，跟这个叫做变，跟这个叫做迄个压低吼，抑制这个成本。实际上，若安尼咧做啊，大家我会过了较迄类。咱阿摆咱啊执政，拢爱有这个观念。我定啊伫课堂上咧讲啊，咱一块要做两块的代志。实际上有可能无？我有可能，公务机关的工程啊，因一般的反应甲现在流氓政府的咧讲咧做呀。那十块预算啊，看有做头五块啊、四块尔啦，其他拢安怎？分去较济啦。啊，那这个预算上头甲你压低啦。到尾过来追加啦，追加迄拢有问题啦。
足简单。本土台湾人咧还家的时啊，拢无迄个对家医生，吼、哦、啊，做的品质啊，阁足好咧。啊，这我是足实在啊，吼、哦，这大家啊去了解吼、哦，啊，因为胃头啊讲倒转来，就是要甲大家讲，这制度的吼、哦、好啊甲歹啊，啊会影响迄个做机关决策的机关的判断啦。啊，内部控制好歹啊，对啊，咱财政啊，甲这个经济发达的这个贡献吼，发展的贡献，甲竞争力影响足大的。咱即嘛，伫四小龙之下，吼、哦、啊，所以安尼足清楚。吼、哦、啊，是咧。讲到这，啊结论啊，甲你讲到这，咱即马都较了解啊。要来讲啊，好啦，虾米要即马啊要倒转来啊，要咱倒转来，咱来看吼，咱即马要予大家爱了解。现在就是说什么叫做会计制度、哦、我们这样大家很清楚了嘛、哦啊、我们来了解、啊、什么叫做会计制度、啊、来会计制度啦是用一般的公认的会计原则和相关的法律要求下的、制度啦、啊、这来制定一个企业啊，团体机关啊，是政府啦，啊，做内部会计循环的作业，啊，会计政策加会计选择方法，啊，无确定的情形下，做一个估计的处理的作为，这叫做啥？这叫做啊，会计制度啦。欸，啊，咱头拄啊看遐实例啊。拢是安怎？拢是毋是有违法？毋才会发生这个案例出来。啊，若大家照这个会计制度的处理，应该拢无问题啊。安尼，予大家了解吼。啊，咱过来看，一般咧讲这个。会计制度啦，差不多有这几种。吼、哦，会计制度内底哦，有包括啊，就是会计报告、会计科目、会计这个效谱吼、哦，啊，甲这个会计这个凭证、会计处理的迄个程序啊，甲内部审核的处理的程序。这拢爱啊，这个加合起来叫做会计制度啊。这是爱会计法内底啊，你讲的，现在最新啊，因为咱跨国公司啊，咱现在。台湾的公司较大的，我拢要去外国去，迄个筹资啦，要去来发行股票。所以讲，早期讲，我咱也要去美国发行，咱就咱的啊会计制度，甲咱迄个做啊会计处理原则啊，咱就爱个依照迄、那个。美国的就爱阁经过美国的会计制度，啊，若要去英国发行的，就爱阁去改英国会计制度，啊，因为安尼足麻烦啦。最近啊，啊，
发行公司，哦，咱即马发股票的啊，即个上市即个公司啊，伫2013年，吼、哦，到啊嘛，咱即马已经啊九月啊嘛，连面到十月啊嘛，吼、哦，2013年要实施叫做啊 IFRS。就是依照国际啊财务报道准则啦，世界的准则，咱啊要来适用啊。你即马要去英国发行，你即马甲咱这个小铺啊提去啊英国去变遵照英咱的国际财务报道准则这个。来到英国去发行，我会杀你！哦，即卖已经啊，中小企业的啊，也未实施啦。即我甲大家讲一下吼、哦。啊，咱即卖要讲政府的会计制度，各行各业拢有因的会做会计制度的设立啦。哦，啊，咱政府方面呐、啊，就是主要是要做啥，补助政府的预算诶管理的工具啦，这是会计制度啦。啊，为各级政府来推行这个政务，甲控制这个资源，啊，那是爱依照这个法规的规定啦，设计一套会计的记录。啊，甲报告的方式来处理准则。啊，通常啦，预算制度为了达到这个控制啊，政府机关各种的税率甲税出的目的，实际上啦，一般我做学生的时候，咱咧读迄、那个啊经济也好，咱咧读财务也好，拢。有一个认为讲税出甲税入啊，爱平衡啦。你哪敢讲咱家庭也好，咱个人也好，我赚50块，我一定会使用50块，袂使阁超过啊。那超过都爱啥？爱去借钱来开啊。啊，借钱来开，你那是去用伊，搁去创造，吼、哦，搁去创造啊，迄、那个税金的收入，啊，唔得歹紧呢。我听讲，哦，我借50万，啊来开发这个工业区，工业区50万开落加上吼，开落了后。加起来讲啊，开20间工厂啊，这20间工厂啊，因一个月，伊阁爱交税金，哦，交20-30万，我安尼收收的，咱就超过这个啊，安尼这个是好处啊，哦，所以讲，这个税入甲税出的目的啊，应该是平衡啦，哦，袂使。啊，你若假啊讲有特别，有创造这个收入，啊，借钱来用，应该无问题啊。所以咱的钱啊，咱会做啊，咱的迄个公民权利法案，大家来拼一下好无？啊，29条安怎讲？啊、来看29条，哪讲？啊，咱。
咱拄啊要现伫遮吼，来补充这个啦。大家来看乌邦啊，看这个啊 PowerPoint 吼，这个足重要。咱即摆是咧甲大家介绍啥物？要介绍讲咱的啊一般啊，咱也有做会计准则啦。哦，会计准则里面啊，有一条叫做成本甲效益的原则啊。我头拄啊那咧讲，讲我迄足早足早以前写的，就是甲成本拢有关系。吼、哦、啊，所以讲咱的二十九条的规定啦，哦，前者机关的预算啊，的编制的原则啦，拢是啥？啊，依照这个叫做啊。以本比啦吼，要的大小排列吼，排列这顺序先后。啊，我跟你讲哦，这个利益甲本钱啦来比啊，啊那是小于一，所以小于一就是讲利益本钱爱卡卡多，利益卡少，安尼就小于一啦，安尼就袂使执行你啦。这无讲要编预算以前，你都爱考虑啊。这个预算要安怎开销？啊，做出来效果是啥物？效果若比成本较大，会使执行；效果若较少，歹势。未使执行，迄、那个人大家咧讲啊，咱迄个以前讲送神掌啊，要一块啊，要五毛，要五毛讲给一块啦，啊，拢变成迄啥蚊啊馆，蚊子馆很多嘛吼，拢咧饲蚊啊，这就是啥，拢无经过。这个原则来编啦，所以咱民政府啦，咱的迄个公民权利法案，拢有想到啊，要来杜绝这个啥，这个弊端吼、哦，这个啊错误，所以拢有考虑到。好，咱因为过来看。头前的吼，即卖要讲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吼啊，这个法，这个原则就是讲企业诶国体的加息啦。这安怎解释？这就是讲一个。咱讲私人机关也好啦吼，咱即摆来讲吼，私人的企业，你要开钱啊，你要用的，你是私人要用的，歹势，公司袂使提出来报销。有诶讲私人用咧，啊，迄、那个报统一发票的号码，报才提只统一发票来甲啊。咱的公司的会计部门讲啊，我要请这钱啊，这是用于公司去，实际上啊，袂使。啊，反正那是公司啊用的啊，都爱公司来负担嘛。私人家己用的啊，你爱家己去纳啦。美国这做了足彻底啦。我啊，大家报告吼，唔知有看一篇啊，乐家辉啊，美国的大使啊，派去驻中国的大使啊，乐家辉啦，伊去报道的时啊，
讲坐经济舱啦，经济舱啦。啊，去到遐，去到北京落飞机啊，叫计程车，安尼去报道啦。啊，中国都咧批评安尼，中国安那批评，大家有看到无？这篇有看到无？有看到举手看卖好不好？哦，谢谢。我有大家啊，有咧用心吼，咧批评讲安那咧，伊迄个颜色甲同款嘛，伊个皮肤甲人民共和国遐同款嘛。啊，因遐人民共和国遐安怎？遐官员出来拢安怎？好，四五台车对条条，啊后壁佫对一群人，拢咧派头啊，讲我。那看的敢，你破坏伊呢？迄个要做啥？迄个要做啊观念啦。吼，讲啊，因呢美国就是讲，你看遐直线，伊公务人员，我坐啊，唔是坐头顶的啊，机票，我是坐经济舱，啊，都国家规定爱就照安尼。啊，无实在，伊家己要开寡钱，敢开袂起？那开会起啊！啊，这点就是要让大家了解讲吼，那规定就是规定。啊，伊讲人民讲我坐经济舱，啊，到国家开。啊，那诶，中国遐个官员啊，我看大家拢坐头等舱啦，头等舱啦，吼。这大家会了解吼，啊，若出门拢三四台车，啊，你应该讲保镖啦吼，若有需要也我爱啦，啊，但是有当时啊，就较夸张啦。若要佚佗啊，这若家己私人要佚佗啊，都爱家己用钱啦，吼，这都爱有这个观念嘛吼。后来过来看讲继续经营啊，啊，这就是这个小啊，拢爱有这个继续经营。我看，这这个货币就是讲，咱要用，咱啊，之前秘书长甲大家讲过嘛吼，要用什么？正代票嘛，是不是新代票？新代票，旧代票。换新代票偌济？四万换一块，公平正义一定要爱做出来，公平正义一定爱做出来，谁人爱做出来？以前欺负咱足忝的，把咱的财产抢抢去，啊，四万换一块，咱即马来解脱。这个新加坡的正代表，那有两身份证的，同等值一块换一块。那无领这张身份证的人，四十万换一块，安尼好啊么啊？这叫做啥？公平正义啦，公平啊，公平正义啦，公。平正义一定要做出来，大家爱甲咱的乡亲讲，爱进来换一张，以后足济好处的。大家家的囝有咧读大学的，去甲银行借些贷款，有啊无啊？赶叫伊拢去领一张领起来，后摆有这张的人免刑啦，安怎免刑？国家都爱培养咱的青年上大学，这是公平正义，底下细节拢是安尼在做。咱交税金交遐济，啊，咱的福利拢无。啊，咱这拢咧无培养这个第二代，安尼干掉，所以叫这少年咧
有家银行借钱的，赶紧去办这张啊，全力啊，咱这张台湾政府身份证。后摆啊，咱执政的时，一笔勾销啦，有这张才有哦。啊，那无这张，另外照去立哈。安尼大家清楚无？赶紧鼓励大家来领这张。好，过来。啊，这个来讲，这个啊，币值不变哈。那照经济学的讲，啊，一月初一的100块，甲12月31日的100块，伊迄个价值，吼，那票面那咧计数是无改变的，但实际上，那这个用这个迄、那个购买的价值来讲啊。都有差，这内底就是有牵涉到利息啦。我100块，我唔忍受啊，我唔爱用，我寄伫银行，我唔爱用，这就是咱的忍受。但是甲一年甲年底啊，我去收到利息，啊，我都爱赚这个利息，所以我100块我都唔用，我都赚这个利息，啊，这个就是。忍受的程度的价值啦，好、哦、啊，那小铺啊，无这个啦，好、哦、小铺记落100块就100块，无咧生利息个，好、哦，这个爱大家我爱了解啦吼、哦，经济上甲小铺上我有小啊区别伫咧，爱互大家知影吼、哦。啊，一月七，咱遮要甲大家讲啥？日本那4月7日啦，啊，日本那用4月7日，人这个中华民国老毛政府讲4月7日就是这个啥，迄个咧骗子，你知啊？嘿，伊即讲浙江啊，会使误数你啦，会使欺骗你啦。伊就是讲日本政府啊，甲你欺骗，讲吼，就4月7日，伊要讲，咱是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甲咱下诏书，中国啊讲这甲你骗的啦，实际上下诏书，那么安尼就台湾纳入啊。迄、那个就因为啊，领土就是永久不可分割、永久免分割领土，就是因为国土。所以中国啊，足清楚，吼、哦，武汉大学甲南京军区的司令员，伫武汉大学有请80几个教授伫遐研究出来，国际法、战争法。就是讲，台湾伊无发表这个台湾这张啦，但是其他拢甲咱林秘书长、林博士所研究拢共款，安尼就是表示啥？表示台湾跟中国啊无敌对啦，田无沟水无流，绝对甲因一点仔关系都无。所以2009年啊，习近平讲10几天走的味，大家唔知知影无？习近平大家知无？伊叫日本啊外交部讲啊，甲介绍伊要去见天皇啦。啊！日本政府无插伊，伊只退过美国，甲美国讲，伊要去见天皇，叫美国安排。安排2009年12月15日去见天皇，甲天皇安怎讲？
讲啊，中国即卖经济都较好，伊想要来买台湾啦、啊，即件代志大家唔知知影无？知影无？这就是伊要来买台湾啦、啊。啊，天龙安怎讲？啊，足歹势啦，阮家族啊。都无咧卖这个物件，无咧卖物件的啦，从来都无咧卖物件的啦。啊，怎啊？回去，啊，秘书长讲，去见面都头十五分钟就解决啦。这就是啊，足清楚，足清楚。1945年到4月7日，日本天皇已经甲台湾纳进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永久拢袂使分割的领土，这就是因遐的啥？因遐的会计制度的日期啦。啊，这就是啥？中国都甲你讲啊，这是乌数的日子啦。好、哦，这里就是说可以说谎话。诶，日子的4月1日啦，诶啊，即马有诶吼，真济讲拢迄阵啊咧报户口诶时啊，那日本时代报户口是足正确诶啊，诶，这个户口是日本时代甲台湾建立出来，诶，有诶拢唔知拢甲写4月7日啦，大家去注意看卖咧，看啊，有诶。亲戚朋友啊，原来拢4月7日生日，啊，伊个都中国式个啊，伊这个讲日本讲乌索，你怎欺骗啊？吼，啊，伊超工用这个日子，啊，拄啊，啊，讲这日本这个做啥？4月7日是甲咱骗的啦，啊，实际上，都下令日本的诏书，我们台湾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啊，这也让大家了解吼。啊，这个啊，重要性加稳健性啊，这大家都啊，什么叫做重要性加稳健性啊？这就看重要性啦，看这个金额对这间公司有什么影响无？这么重要性伫带。好，啊，我简单讲一个吼。我这间公司，那是一年收入2-3亿，啊，即马买一挂迄个做简单的工具，那是1-2万，啊，伊就收2-3亿啊，啊，1-2万做费用开销，安尼那是足正确个呀。这就是啥？对伊都无啥物影响啊！啊，你着收入遐济啊，你开销啊1-2万啊，迄是正常啊。诶，啊，若是搁讲倒转来，即间公司一个月所做诶收入啊，才10-20万尔。诶，啊，即马讲要开销2-3万。安尼会使做费用开销未？未使哩啊！伊这因这个费用对于公司来讲，这都足大哩啊，真重要。这哪会使乌白开乌白开销哩？所以这个观念啊，我予大家知影讲，但是公司的营业额足济哩，啊，开销这方面。那是占伊个营业额个比例啊较少时啦，就会使做费用啦。啊，若无就爱做资产啦，啊，资产吼，啊，财产吼，做开财产的话，就爱分期来摊，分5年来摊来分摊，哦，这哦，好，安尼咱过来，这咱讲了，啊，这呐。行业的特别性啊，这要甲大家讲一个观念，讲有诶企业是做
热天的生理，有的企业是做寒天的生理，安尼是咱都爱考量啊。所以讲，有的讲啊，我热天来做冷气，啊，寒天来做迄个叫做啥？电暖气。哦，安尼那会使哩。哦，啊，有的就是讲啊，我来考量讲啊，我这个行业的特色啊，伊要来用特殊的会计处理的方法来处理。哦，拢我会使哩。啊，一般的进数拢用现金做支付的基础，进数啦。哦，你来看病啊，我甲你哦，你这个吼、哦、啊，药费偌济啊，这个挂号费偌济啊，我甲你收讲啊，恁500块啊，甲你收入啊，啊，我着算今仔日的收入。啊，人送药啊来。啊，咱哦讲啊，3000块，啊，咱就3000块现金甲付出去，啊，就无咧做小的啦。啊，小干呐讲啊，收得现金偌济，啊，迄即天啊买啊付现金支出偌济，安尼尔啦，这叫做啥？啊，现金收付制度啦。啊，实际上啊，那一般来讲啦，一般来讲。现在政府机关啊，已经啊袂使拢全用现金收付制度，即马爱用啥物？叫做啊环节发生基础的制度。啊，环节发生基础的制度就是，拢是啊，这个交易吼、哦、发生，就是爱入账。无论你是今年的收入，还是每年的啊支出，你伫今年发生，你今年一定爱做收入，吼、哦。啊，若是这个小甲每年有牵连，啊，就咱今年的收入看几个月做今年的收入，伫12月31日。会计上叫做调整啦，调整啦，爱去做这个调整的记录，啊，这就叫做啊环节。伫这个时间发生的权利啊，啊，就是伫这个时间来享有、来享有。哦，我今年啊，这是今年的收入啊，就是啊。咱就做今年的收入，啊，今年的收入若多，啊，咱奖金会使发较多的呀，啊，但是虽然今年咱收的现金足多的，但是这都爱，伊讲我这是付你3年的租金，诶，咱若收到这个啊租金，未使甲讲这是一年的租金，哦，计讲咱赚的啊，甲分分去。袂使，伊讲啊，即我是予你付3年，你着爱做3年的收入，一年收偌济，第二年收偌济，第三年收偌济。啊，即咱咧讲，就是叫做环节。伫迄个时阵发生的，伫迄个时阵来做。啊，那即个12月31日啦，拢爱做调整。虽然咱有收着现金。但是咱爱阁做出啥？吼、哦，伫12月31日去啦做今年的收入了后，啊，阁咱啊爱做咱的应该啊预收啦，吼、哦，预收的啦，吼、哦，预收的收入，吼、哦，啊，反正这个预收是咱的负债。到时伊若讲第二年歹做啊，伊要甲你讨倒转的，啊，咱就用预收的收益啊。啊，来做啊，付现金出来，甲预收收益来冲销，吼、哦、啊，这叫做调整啦，调整吼、哦。啊，过来讲会计政策，会计政策啊，咱一般吼、哦，咱来讲吼、哦，我会得感受讲，
本土台湾人咧执政的政府啊，拢安怎？拢靠爱心啦。迄、那个台南市长啊，伊讲治水治水啊，咧淹大水啊，吼、哦，一个风台来啊，有诶就淹大水。伊讲中央若无拨预算落来，伊要来借钱，就要甲完成啦。无论安怎，先借钱啦，这就是啥？这就是会计政策啦。我来甲银行借钱，甲这个工程甲做好势，互人民币淹大水，啊，才豆豆啊变预算来付这个，付这个要做啥？工程费。哎，这是有用心的要做啥？本土台湾人的执政的政府呢？啊，那无啊，伊咧讲食饱伤闲哦，佮派这个负责去甲银行借钱，佮银行毋知要借你啊，毋借你。伊讲啊，中央都啊都这条沟要拓宽啦，要做啊堤防啦，啊都中央都唔拨钱啦，啊都无法度，啊都另去甲中央讨啊。安尼差有济无？咱的民政府的官员一定爱用心，咱一定爱甲人民服务。我即摆要甲大家讲，就是讲，咱若咧执政的时，都爱家己有这个爱心。人遐那风台来，拢咧饮水。那领导是安尼时，你安怎想？爱有这个心，我讲这个咧，就是感谢赖清德赖市长，人安尼做法唔才是正确。啊，这就是啥？叫做回馈政策嘛。啊，无钱啊，无钱啊，都啊无就创用基金的方法，啊无就甲银行来借钱，啊来甲这个代志先解决，啊钱的时再来豆豆啊行。有的公務人員敢要安尼想？伊讲我食饱，永远看报纸，啊配茶啊，啊恁人民的代志，啊都面顶无钱啊，啊恁去也是变土啊，甲我无关系啊。有用心甲无用心，就差伫遮。啊，过来，咱这控制啦。这个是控制，是一个管理的过程。啊，那是决策来啊核准的。好，啊，咱主要要达到这个目标。这个财务的报道是可靠，啊，有效的效果的经营。好，啊，甲遵守有关的做法令的遵守。所以讲，咱头啊讲遐个个案案例，拢有违背到咱即几点，毋是有诶违背到有关诶法令，啊无有诶就是安怎，伊诶效果无做出来，啊伊即啦，伊即个拢是玩乌白母啦，所以才有发生遮个代志。安尼大家清楚嘛吼？这个内部控制的意义是安尼。好，啊，过来，内部的设立要有啊，这个啊，予大家做参考就好啦吼。有合法性甲全面性，吼，过来重要性甲有效性，甲制衡，吼，制衡啊吼，啊甲适应，吼，啊甲，我头拄啊讲了。这足重要，足重要。吼、哦，咱迄个叫做啊，会计内底讲啊，咱的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哪咧讲啥？成本效益啊。即嘛，咱咧内部控制啊，咧讲成本效益啊，所以讲咱的迄个叫做公民权利法案啊，咧讲，这就是爱甲大家讲，
管理的观念甲成本袂使脱节，那脱节就无意义啊嘛。要做管理，要做一个事务官，拢爱动脑筋，爱成本爱开偌济，啊效益有得咧偌济，会使做，赶紧做。啊，那必须爱做政策嘛，来借钱甲完成。秘书长安尼交代，咱执政了后，两年来。伊讲两年来分段发包，用国际标，甲咱作为迄个改善呐、啊，咱这个叫做东部的迄个交通时间。哪要讲到这啊？哦，我甲咱潘副主席讲去。去啊！这个应该是台东啦吼，办一个代志啊。啊讲买票买看卖，讲早起时去，要转来讲九点外，暗时九点外的车班啦。我等一下他感冒咧烧啊。啊，这就是啥？啊，都交通做了足歹的啊，伊遐啊无都有关系的人才有买有票啊。好、啊，所以讲。秘书长有这个感想，伊讲要发国际标，两年来要搞完成。啊，咱的目标一定爱安尼做，人民的感受拢爱做出来。啊，这吼、哦，我看因为咱迄个实力啊讲了足清楚，啊，这各种这啊，拢会使予大家做参考。那有兴趣的啊，提迄个随身碟去扩一个，啊是甲咱的同心吼，咱的迄个服务人员吼，去啊叫伊恁的妹啊，互伊啊叫家己转我的资料吼，互恁大家做参考吼、哦。啊，因为时间上啦，吼、哦、的问题啊，啊我无法度，因为头拄啊咱。迄、那个案例啊，要电到头讲，好，大家靠这个精神开了解。安尼大家唔知道有清楚无？啊，那有清楚啊？安尼我看，咱就会使啊。虽然时间还有一分钟，大家看有啥物问题要问哪好？开放予一个有关咱遮个问题，啊，你个看法？我自我介绍啦，头拄也无介绍我家己啦吼。若要了解我，足简单。恁去 Google、Yahoo， 啊 ，Google、Yahoo， 甲拍落吼。拍来你个啊！我上头就是咱的片头吼，咱个回到等下片头吼。张文燕吼，雅虎加 Google 加拍来，你个写张文燕，但是张文燕要足济人个啦，你个写张文燕教授，安尼大家都看到我。我伫遐发表文章，啊，我伫遐的经过，伫遐的经历，我的学历拢伫遐，哦，拢有伫遐表示。哦啊，雅虎，哦啊，甲这个 Google 拢会使。啊，人力银行来使，迄个四个一，人力银行，华人世界名人小传传记，张文燕，我也看到我的，迄个。等于小传啦，我的传记。啊，今日啊，甲大家啊探讨较遮，感谢大家，下课。请起立。今日。